们家拍这个？对啊，我们今天就是要一日武打，等一下进去就会有人教你。那我们今天就要一日武打，不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啊最近请了一个新的助理，然后呢，他的声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身边一堆人想要追他，然后可是呢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危险，因为这个助理他不帮我开车，然后只会写脚本，然后现在带我来拍舞蹈，会不会是因为他怕他被欺负啊？是吗？不是，我现在是要让你来练。你用你正常的声音讲一次话。我现在是要让你来练哦，不要声。你喊一下哥哥，哥哥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进去练习了 ，Go。丽阳，丽阳，那我今天就把我老板交给你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加油！哎，你好， Hello, 是我啦。我叫丽阳。我单身。我也单身。哇！可以摸一下吗？摸哪里？这里。哎，听说他是健美比赛。对，他以前是健美比赛选手。哦，还可以摸吗？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十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五。啊、不是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让你体验 Movie Fight， 就是我们平常电影啊，然后或影集看到的一些动作特技对打。嗯，对。那快一点啊！等一下我们再去看电影。好。好。我接不下去。好像录不下去了，完蛋了。好，那我所属的动作特技团队呢，叫做无影，然后待会还会有我们的一个。partner 另外一位动作演员，待会就是会先请我们的另外动作演员，然后带你做一些热身的基本的热身运动。转腰，转面壁，有屁呀！好，我蛮重要的。好，我这样。你要那么低啦？你看着我教啊。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好，换动作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换手，换左手看看。为什么手？左手怎么那么难？对，反方向，反方向。好热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带你来做一些基本的拳脚动作。好。哦。真踢哦？没有，点到就收了。很大声哎。对，只是声音而已，就收了。可是我要做这个。你是踢人的那一个。哦，好，那你不是被踢的，放心放心。我会待会会做几个很简单的拳，就是两个直拳，对，然后跟两个摆拳，对，勾拳，对，很简单。然后还会有一些脚踢腿的动作，嗯，对，那就是很简单的前踢，然后可能侧踢，然后再接一个扣拳，对，很简单的。好帅。好，来，预备，走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最后一次，一二三四，好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开心吗？佩服哎，他们到底拍电影的时候都怎么打的？而且应该打很多，而且他们都连续一直打，我刚试下都超累的。我们等一下还要加脚。好。我们等一下还有几个脚的动作。好。
好，来，预备，走，一、二，好，很好。好，还 OK 吗？可以。要不要喘一下？要人工呼吸，稍微跟你说。好，那我们先喘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。然后待会儿会再教最后一个踢的动作，后旋踢。OK。后旋踢啊。转身到这里，抬起来，然后再跨开。好，来，一，往前踩。二，转身。好，我会扶你哦。三，抬脚，先抬，对，可以，哎，站稳哦。来，抬脚，抬膝，然后转身，转转转，踢出去，对，脚伸直。你是有一个这样踢出去，还是你是直接这样跨出去？我们是直接跨出去，这样，膝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转身。可是我会在这边。没关系。我没有做好，我还是很潇洒，这样帅，对，我们自己要潇洒。他们不要上右脚，好，转身踢，对。懵了，刚才画面好笑。来，走。好难哦。转身踢。差不多，我好难啊！不会不会，刚刚我们学的就是刚刚一共学了两种拳嘛，直拳跟勾拳、摆拳嘛。那还有踢，学了前踢、旋踢跟后旋嘛。刚刚是后旋，对，就是一共学了五个动作。那我们待会会把它全部串起来，然后帮你编排一段简单的成果发表。对，然后我相信你应该是做得到。对，因为其实你刚刚踢，就因为你筋也蛮开，所以脚踢的高度啊，还是什么，一定都没有问题。好，对，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。好，可以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两下，然后这一起脚踢，对，踢我会退，然后你再踢你的，变成是两脚踢踢跆拳道。喂，过来看一下，两下，西装。我都忘记这个。没关系。四重低头，闪闪踢踢。动，动，一直在移动。就是好看而已。那最重要的是最后我们退步这一个，所以我左脚我们往前踩，只是为了让你有更多的空间，你自己怎么踩顺是都可以。好的，今天呢一日系列体验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不简单，然后很开心可以认识到丽阳跟逸哲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刚才我都觉得他们很痛。他们平常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遇过什么就是真的伤得很重，还是有什么不小心怎么样的那种？其实真的还蛮多的，因为像我自己个人的话，我就有左眼的眼角膜就破过。你是被踢到还是？被棍子打到。对。然后肩膀也有断过，然后我们其他兄弟有些人可能脚也断过，就是跳楼的戏，那可能没有落好，或者是因为场地的一些受限没有办法。我是在练习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要像刚才摔，就是我们要必须一直练。你去外面，你可能要拍个十遍、二十遍，你都要能很安全的着地，不然你就很容易受伤。对对。然后我之前是在练习的时候就被人受伤，然后就那一阵子一个月真的都不能工作。刚拍那一套动作大概是14秒，对不对？刚刚14秒，我们从几点拍到几点？拍了几个小时？三四个小时。然后我刚刚套那个动作，大概套了应该蛮多遍。其实我就一下这边抽筋，那边痛的。所以你看他们是到时候打针的时候，那个速度是更快的。我们会尽可能，然后让演员表现，然后在最少的次数内把它做到最完美。对，而且我们刚刚在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直提到相机。哇哇哇哇！刚刚我们另外一季的摄影师，这个叫什么东西？
收音手把，收音手把整个不小心被踢爆了，然后因为距离我们没有抓好，哇，8800没了。今天真的是很感谢他们，然后特别感谢无影。我要讲的是，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常常看的电影啊、连续剧啊，他们我们都看得很开心，其实他们背后都有一群很辛苦的幕后人员。然后像他们就平常都是一些大咖明星的一些替身，要是没有他们，那部戏真的也没有办法做这么精彩，所以要特别感谢他们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我先去恋爱喽，大家拜拜。哈哈哈！我是真的抽筋了，我是真的，我是小拇指，刚刚这边不是。那你的右脚没有抽筋，这边还有一位。没有，我就左脚很不舒服，小腿有点。小腿在上面一点。大腿。外面还有观众在看。